先来掉这个洞，怎么又来又丢？哇，丢，秒中，然后又起风了。每次掉这边都超风高超大的，还有鲶鱼哦，这个洞，这一只还不小哎，被困在这里了。来来来，吓死我了，真的是。还没准备开始钓嘞，就拉下去了。我只是放下这个草，放下这个草而已。一个龟也赶不起啊！哦，未衰未呢，听我呱呱叫不？有没有？有听？呱呱呱！这是三角菇，伊咕咕咕。啊，这三只刺会通打哦，拄得球，歹球给我。好，安尼，对啦，安尼就上水的角度啊。先特意来看这个上个礼拜崩塌的地方，看有没有封路啊？因为它这个护栏啊，全部都被震歪的嘛，然后电线杆也倒了。所以以后可能还要做护栏啊，然后弄电线杆啊，然后再做这个边坡保护的，所以我怕这边会封路啊，所以趁今天有空先骑进来乌来这边看一下。目前是没有看到告示要封路或是干嘛，那可能他先发包再决定要那个吧。不过这个很快就会做了，因为那个石头随时下一场雨还会滚下来，所以明天应该是可以啦，可以去里面。但是土都从这边灌下去了，这护栏整个都被压到 Q 级了。所以那一天风很大，我们早上进去还没有崩，八点多崩了，下午就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。还好他那边刚好抢通一天，抢通一条小小的路可以出来，不然那天就困在里面了。可以的，那明天可以揪团去里面钓鱼了，没问题了。今天呢，要来我的秘密基地烤肉了。上次来烤一下，风太大，钓没多久。这个哦，鱼都游下去了。欸，有鱼哦，它的。哎，不敢上来，游下去了。这个要水浅的时候才能过来。水这么干，大概到膝盖。所以水太正常的话呢，这边是过不来，也不是过不来，你要到屁股啦，屁股才可以。天气还不错，本来刚刚阴天的，去屋来看一下那个路有没有通。下来它就好天气了，所以而且今天风好像不大。是哦，这里真的不建议大家来，有够难走的石头，超滑的，都没啥卡咯。从这边开始就要捡木头了，上次木头被我用完了，难得有几颗这个水蕨，但是它被草遮住了啦，被草遮住它就比较没有办法吸收到阳光。伊就较袂生啊，看无看嫩芽，买一挂叶啊用好啊，无看，没有了啊，有了，长这一颗，但是这个已经老了。哦，这边有一个，一枝啊，一枝的水蕨嫩芽，一枝啊。你嘛是过鸟的一种，刚刚一只而已。它就被那个阳光挡住了，长不大出来，嫩芽长不大出来。这边还有一颗小颗的，一颗小颗的，里面也还有啦。算了，先去捡木头啦，捡木头比较重要，这个不重要。这片水蕨因为那个日照的关系啊，不够了，
一点点嘛，你啊，生无啥会出来。你看它的绿色比较少，有没有？一点点而已，不想拔了，就一点点而已，留给它慢慢生长。看看这一颗桑叶，桑葚，已经开始结果了。不过还是有点早了，大部分都清明节的时候，这边好几棵，大部分都清明节的时候开始有。啊，看咱够几啊丛，咱迄边记录的够几啊丛，来看嘛，有一丛较长的桑葚，是我拍的这一棵啊，才刚刚要开结果而已。一颗一颗的，还是要等清明节啦。阿北告一罐，反正人家沿路拢有。然后我上次拍另外一颗，这颗是长长的那个，有没有？哇，我以为是长长的桑葚呢。你看，今麦拢落了了啊。结果那个钓友说，你这啦。再有说，这个是公花啦，所以说这棵树是公的啦。你看，一栋葵等诶，刚诶，所以原来桑葚是有公的树和母的树，大部分都母的树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公花，所以原来是安尼啦。所以这张不是要生长长的那种桑葚。而是它是负责授粉的公花，哎、啊，一过来就是木尾了，原来是安尼啦。木头啊，放在这边呢，干一下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，后面里面几乎没什么木头了。这次的鱼还是困在这里啊，没有比较少了，还是很多。拢比迄石头坑撞来撞去，有无？走来走去有无？还是很多啦，没有比较少，因为它这个数量已经引不起别人的那个想要抓的那个心思了。现在10点多，先去找吸虫吧，说不定还可以钓一个小时。11点多再来烤肉，再抓一下吸虫。这边记录过了啦，叫葵塘，而且这边的吸虫蛮多的。哦，有水蜈蚣，水蜈蚣专门吃葵塘。哦，起牌起牌，这个吼、哦，如果潭区有地沟头啊，你换这个水蜈蚣来，水蜈蚣专门钓地沟头的呀、啊。下下叫，我你勒嘞！大肥虫都流走了，又是水蜈蚣，那水蜈蚣怎么那么多啊？我你勒！这个才可以，这种的太小，不要。丢，这款最少要这种绿色等级的，用绿色等级还好。10点半而已啊，可以钓一个小时，钓到11点半。11点半我再来烤肉吃午餐，时间很充裕，今天有多算了一点时间出来。抓了一点吸虫啊，大概1、20只左右，这样就够了。先钓中午、下午，等一下再抓。虽然这边水很干，但是有啦，有鱼啦，后面那一条急流的地方都有鱼啊，尤其是越热之后，你到清明节过后，就几乎每个地方都有鱼了。因为现在还今年比较那个，没哪讲，
比较晚温暖了，所以鱼比较晚出来。中了，我本来只是把钓竿放在那里而已，去准备东西，结果被它拉到石头缝里面。这里有鲶鱼，我早就知道，每次来都看得到鲶鱼，它都躲在这里。就今天这只是三角菇，笑死我了！它这下面还有鲶鱼哦，这个洞。这一只还不小哎，被困在这里了。来来来，笑死我了，真的是。还没准备开始钓嘞，它就拉下去了。我只是放一下这个草，放一下这个草而已。伊都规个扛落去啊！哦，袂细尾呢，听有呱呱叫无？有没有？有听？呱呱呱！这是三角菇，伊呱呱呱。啊，这三只刺会通打哦！哎呦呦呦！小心哦！小心它这个刺。这是啥机器？这个有毒哦，弄到你手会很痛，不好用。哎，这样子。哎，哦呦，它不 Q 起来，我要比这个长度，它不 Q，不爱 Q 好我。好，安尼。对啦，安尼就上水的角度啊。先来钓这个洞，怎么又来又丢？哇，水丢，秒中！怎么又起风了？每次钓这边都超风超大的。来来来，你扛本来就这多鱼，好佳哉，家己搁收起来。这二十出头就不错了，这种体型的，而且这边的鱼啊都比较肥。这种洞实在是太小 case 了，只要卖有风吼，坑我钓不完啊。你有风老的都无主人，丢啦，吼，丢啊！出来！不要在那里，不要在那里嘎棍，鱼都吓到了。哎耶耶耶！这个不算大师，要打这个洞，丢，对啦，一次到位，一次到位没水嘎、哦。用这么漂亮的角度，应该马上就咬了。吓到了！刚刚试一下，丢！哦，我碰开一下，碰开，不，飞回来，飞回来！不要让它挣扎！没有机会让它挣扎。这个洞啊，刚刚有酒斑在喷哦，表示它那边入酒槽要吃饭啊，要吃饭就会丢的啊。我，有一个洞啊，好像卡卡的哦，小心一点。后面看起来是有钢筋。哦，丢！哇哩耶！回来，飞回来，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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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种体型。轻松飞，半小时吧。咬是很咬啊，但是感觉比上次有小一点点。三角菇是在脚边钓到，意外。哎，九班你看，我顶个来拢差不多这款，顶个来拢到这款，二十几。哎，今仔日你看个拢是这中中的，所以好像是水太干了。
上次来水比现在多大概10公分，因为又一个多礼拜拢无落雨啊，所以即马水较大。